回答后进行逐条讨论，完全本案审查。本案审查完竣，提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黄召集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黄委员国书补充说明。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教育文化委员会针对本案补充说明啊，本次高级中等教育法为变案审查，主要是完善高中校长遴聘规定，落实高中校园民主以及课纲法制化三部分来进行修正。首先，在高级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部分呢，本案由黄国书委员提案修正，目的为完善本法中有关师资培育大学办理附属高级中等学校校长遴选之相关事宜，并与国民教育法之规定同步。本案经委员会讨论后修正通过。关于高中校园民主与学生权益的修正提案部分，分别有黄国书委员与郑丽君委员提案修正本法第25条、52条至55条以及第67条。首先，在25条的部分呢，为保障高中职学生出席校务会议之权利，并完善过去修法时未能明确定义学生代表于校务会议中身份的问题，本案修正经教育文化委员会讨论后，由黄国书委员提案版本修正通过。其实，在52至55条部分，为了保障学生参与与自身学习生活奖惩相关会议之权益，完善学生申诉制度，深化校园民主与落实学生自治，本段条文修正将学生与学校之权益明确定定，同时在部分条次呢，也沿用大学法保障学生自治与参与校务之精神做相关文字修正。另外，为配合前述条文之修正实施日期，本法67条修正时间施行时间也做出修正。至于大家所关切的在课纲法制化的部分呢，在本法第43条之修正，分别有民进党党团与陈廷飞委员提案。首先，43条条文的部分，本条次的修正主要是为了强化课纲审议之公正性、严谨性以及公开透明，因此由民进党党团提案建立成立专业客观之课程审议会，并明文规定课程审议会审议大会之组成及运作，以促进我国课程发展与教育优质化。其次，在本条次关于课纲之提案的部分呢，除由中央主管机关常设课程研究发展机构外，也将提案权释放给其他与教育相关领域之机构、学校、法人及团体，提供由下而上的课纲订定的空间。此外，本条次也与条文中确立课纲之研究发展审议及其实施应秉持尊重族群多元、性别平等、公开透明、超越党派之原则。本条次经教育文化委员会讨论后，除第一项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外，其余照民党党团修正通过。43条之1的部分为强化课纲审议之公正性、严谨性以及公开透明，并使课程审议会符合专业客观的原则。本条次一直在处理课审会组成相关细节，在课程审议会的组成与成员审查上，除政府机关代表身份者不得超过委员总人数之1/4外，在非政府代表部分则是采取类似公事模式，也就是公事董事产生的这样子的方式，秉持兼顾专业透明与公开参与之原则，由行政院提名教育专业之专家学者、教师组织成员、校长组织成员、家长组织成员、其他教育相关之非政府组织成员以及学生代表共同组成，并经由立法院推举11名至15名社会公正人士组成之课审会委员，审查过半数同意后，再送请行政院院长聘任。本条次经教育文化委员会讨论后，照民进党党团提案修正通过。最后，在43条之2的部分，本条次新增之目的旨在规范课审会审议大会之执掌、出席与决议数额，包括课纲总纲、各领域科目群科课程纲要、学校课程修订原则以及其他
依法应由课程会决议事项之审议。本条是经教育文化委员会讨论后，由照民进党党团提案修正通过。以上为本次高级中等教育法修正之相关条文的说明。本案经教育文化委员会讨论修正后通过。以上补充说明报告，谢谢。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高级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条。第十四条，高级中等学校之校长一人，专任重理校务，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者，得于本校或他校兼课。公立高级中等学校校长，由各该主管机关遴选合格人员聘任之；师资培育之大学附属高级中等学校校长，由各该校组织遴选委员会，就各该校或其附属学校或其他学校校长或教师中遴选合格人员，送请校长聘兼任之，并报各该主管机关备查，或委由各该主管机关遴选合格人员聘任之。私立高级中等学校校长，由学校财团法人董事会遴选合格人员，并报各该主管机关核准后聘任之。高级中等学校校长应才任期制，公立学校校长一任四年，参与遴选之现职校长应接受办学绩效考评，经遴选会考评结果绩效优良者，得在同一学校连任一次或优先遴选为初缺学校校长。第一任任期未届满或连任任期未达二分之一者，不得参加他校校长遴选。私立学校校长任期及连任之规定，由学校财团法人董事会定之。现职国民中小学校长符合高级中等学校校长资格者，其余国民中小学校长第一任任期未届满或连任任期未达二分之一者，不得参加高级中等学校校长之遴选。各该主管机关或学校财团法人董事会为办理第二项遴选事宜，应召开遴选会，其遴选会之组成与遴选方式、程序、基准、校长办学绩效考评并任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师资培育之大学办理附属高级中等学校校长遴选事宜，遴选委员会之组织及运作方式，由各师资培育之大学定之。宣读完毕。第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高级中等学校设校务会议审议下列事项：一、校务发展或校园规划等重大事项；二、依法令或本于职权所订定之各种重要章则；三、教务学生事务总务及其他校内重要事项；四、其他依法令应经校务会议议决事项。校务会议由校长各单位主管、全体专任教师或教师代表、职员代表、家长会代表及经选举产生之学生代表组成之，其成员之人数比例、产生及议决方式由各校定之，并报各该主管机关备查。校务会议由校长召集并主持之，每学期至少开会一次。经校务会议代表五分之以上请求召开临时校务会议时，校长应于十五日内召开之。宣读完毕。第二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高级中等学校课程纲要及其实施之有关规定，作为学校规划及实施课程之依据。学校规划课程并得结合社会资源充实教学活动，前项高级中等学校课程纲要之订定，除由中央主管机关常设课程研究发展机构外，其他教育相关领域之机构、学校、法人及团体亦得提出课程纲要草案，并按委由课程审议委员会审议。其提案方式、处理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课程纲要之研究、发展、审议及其实施，应秉持尊重族群多元、性别平等、公开透明、超越党派之原则。宣读完毕。第四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宣读增订第四十三条之一。第四十三条之一，中央主管机关为审议课程纲要，应设课程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课程会。课程会分为审议大会及分组审议会。审议大会至委员四十一至四十九人，由政府机关代表与非政府代表组成，其中具政府机关代表身份者，不得超过委员总人数之四分之一。审议大会具政府机关代表身份之委员，由教育部就中央与地方机关人员提名后，送请行政院院长聘任之，并依其
职务任免改聘，非政府代表之审议大会委员，依下列程序产生之：一、由行政院由就国内具教育专业之专家学者、教师组织成员、校长组织成员、家长组织成员、其他教育相关之非政府组织成员及学生代表提名委员候选人，提交课程会委员审查会，已过半数同意后送请行政院院长聘任之。二、前款委员会委员审查会由立法院推举11名至15名社会公正人士组成之课程会委员，任期4年，任满得连任，单一性别不得低于委员总人数3/3，政府机关代表及非政府代表中均应包含具原住民身份者，但第一次聘任之非政府代表委员，其中1/2之任期为2年。中央及地方各级民意机关代表不得担任课程会委员、审查会之委员。宣读完毕。第43条之1，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宣读增订第43条之2。第43条之2，课程会审议大会整理下列事项：一、课程纲要总纲各领域科目群科课程纲要之审议；二、学校课程修订原则之审议；三、其他依法应由课程会决议事项。课程会审议大会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2/3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性之。课程会审议大会分组审议会之组成及运作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43条之2，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51条。第51条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第51条维持现行条文，请宣读第52条。第52条，高级中等学校设学生奖惩委员会评议学生奖惩事件，前项委员会之组成应包括经选举产生之学生代表或学生会代表，其组成评议范围、期限、评议方式、评议结果之执行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各该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5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53条。第53条，高级中等学校应辅导学生成立由全校学生选举产生之学生会及其他相关自治组织，并提供其必要协助，以增进学生在校学习效果及自治能力。学生为前项学生会当然会员。宣读完毕。第5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宣读第54条。第54条，高级中等学校应设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评议学生与学生自治组织不符学校影响其权益之惩处或其他措施及决议之申诉事件，以保障学生权益。前项委员会之组成应包括经选举产生之学生代表或学生会代表，其申诉范围、期限、委员会组成、评议方式、评议结果之执行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各该主管机关定之。学校受理第52条及前二项之惩处或申诉事件时，应秉持客观、公正、专业之原则，给予受惩处人或申诉人充分陈述意见及答辩之机会。学校应以书面或其他适当方式告知受惩处人或申诉人各该评议决定及不符该决定之相关救济程序。宣读完毕。第5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郑丽君等提案第54条之1不予增订，请宣读第55条。第55条，高级中等学校为维护学生权益，对学生学业、生活辅导、奖惩有关规章严定或影响其毕业条件之会议，应由经选举产生之学生代表出席，其人数由各校校务会议定之。宣读完毕。第5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67条。第67条，本法除第35条至第41条条文，自中华民国102年9月1日施行外，自103年8月1日施行。本法修正条文，除中华民国105年5月17日修正之第25条、第52条、第54条及第55条，自105年10月1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第6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3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十四条，高级中等学校至校长一人，专任纵理校务，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者，得于本校或他校兼课。公立高级中等学校校长，由各该主管机关遴选合格人员聘任之；师资培育之大学附属高级中等学校校长，由各该校组织遴选委员会就各该校或其附属学校或其他学校校长或教师中遴选合格人员，送请校长聘兼任之，并报各该主管机关备查，或委由各该主管机关遴选合格人员聘任之。私立高级中等学校校长，由学校财团法人董事会遴选合格人员，并报各该主管机关核准后聘任之。高级中等学校校长应采任期制，公立学校校长一任四年，参与遴选之现职校长应接受办学绩效考评，经遴选会考评结果绩效优良者，得在同一学校连任一次，或优先遴选为初缺学校校长。第一任任期未届满或连任任期未达二分之一者，不得参加他校校长遴选。私立学校校长任期及连任之规定，由学校财团法人董事会定之。现职国民中小学校长符合高级中等学校校长资格者，其余国民中小学校长第一任任期未届满或连任任期未达二分之一者，不得参加高级中等学校校长之遴选。各该主管机关或学校财团法人董事会未办理第二项遴选事宜，应召开遴选会，其遴选会之组成与遴选方式、程序、基准、校长办学绩效考评、聘任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师资培育之大学办理附属高级中等学校校长遴选事宜，遴选委员会之组织及运作方式，由各师资培育之大学定之。第二十五条，高级中等学校设校务会议，审议下列事项：一、校务发展或校务员规划等重大事项；二、依法令或本于职权所订定之各种重要章则；三、教务学生事务总务及其他校内重要事项；四、其他依法令应经校务会议议决事项。校务会议由校长、各单位主管、全体专任教师或教师代表、职员代表、家长会代表及经选举产生之学生代表组成之，其成员之人数、比例、产生及议决方式，由各校定制，并报各该主管机关备查。校务会议由校长召集并主持之，每学期至少开会一次。经校务会议代表五分之以上请求召开临时校务会议时，校长应于十五日内召开之。第四十三条，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高级中等学校课程纲要及其实施之有关规定，作为学校规划及实施课程之依据。学校规划课程并得集合社会资源充实教学活动。前项高级中等学校课程纲要之订定，除由中央主管机关常设课程研究发展机构外，其他教育相关领域之机构、学校、法人及团体，亦得提出课程纲要草案，并按委由课程审议委员会审议，其提案方式、处理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课程纲要之研究、发展、审议及其实施，应秉持尊重族群多元、性别平等、公开透明、超越党派之原则。第四十三条之一，中央主管机关为审议课程纲要，应设课程审议会，以下简称课程会。课程会分为审议大会及分组审议会。审议大会制委员四十一至四十九人，由政府机关代表与非政府代表组成，其中具政府机关代表身份者，不得超过委员总人数之四分之一。审议大会具政府机关代表身份之委员，由教育部就中央与地方机关人员提名后，送请行政院院长聘任之，并依其职务任免改聘。非政府代表之审议大会委员，依下列程序产生之：一、由行政院就国内具教育专业之专家学者、教师组织成员、校长组织成员、家长组织成员、其他教育相关之非政府组织成员及学生代表提名委员候选人，提交课程会委员审查会，已过半数同意后，送请行政院院长聘任之；二、前款课程会委员审查会由立法院推举十一名至十五名社会公正人士组成之，课程会委员任期四年，任满的连任，单一性别不得低于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政府机关代表及非政府代表中，均应包含具原住民身份者，但第一次聘任之非政府代表委员，其中二分之一之任期为二年。中央及地方各级民意机关代表不得担任课程会委员审查会之委员。第四十三条之二，课程会审议大会长理下列事项：一、
课程纲要总纲各领域科目群科课程纲要之审议；二、学校课程修订原则之审议；三、其他依法应由课程会决议事项。课程会审议大会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行之。课程会审议大会分组审议会之组成及运作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五十二条，高级中等学校设学生奖惩委员会评议学生奖惩事件，前项委员会之组成应包括经选举产生之学生代表或学生会代表，其组成评议范围、期限、评议方式、评议结果之执行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各该主管机关定之。第五十三条，高级中等学校应辅导学生成立由全校学生选举产生之学生会及其他相关自治组织，并提供其必要协助，以增进学生在校学习效果及自治能力。学生为前项学生会当然会员。第五十四条，高级中等学校应设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评议学生与学生自治组织不符学校影响及决议之惩处或其他措施及决议之申诉事件，以保障学生权益。前项委员会之组成应包括经选举产生之学生代表或学生会代表，其申诉范围、期限、委员会组成、评议方式、评议结果之执行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各该主管机关定之。学校受理第五十二条及前二项之惩处或申诉事件时，应秉持客观、公正、专业之原则，给予受惩处人或申诉人充分陈述意见及答辩之机会。学校应以书面或其他适当方式告知受惩处人或申诉人各该评议决定及不符该决定之相关救济程序。第五十五条，高级中等学校为维护学生权益，对学生学业生活辅导奖惩有关规章严定或影响其毕业条件之会议，应由经选举产生之学生代表出席，其人数由各校校务会议定之。第六十七条，本法除第三十五条至第四十一条条文自中华民国102年九月一日施行外，自103年八月一日施行。本法修正条文除中华民国105年五月十七日修正至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及第五十五条，自105年十月一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单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决议《高级中等教育法》增订第43条之一及第43条之二条文，并将第14条、第25条、第43条、第52条至第55条及第67条条文修正通过。本案于完成立法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我们先请柯智恩委员。主席还有在场的立委先进，大家早安。今天通过的由民进党所提出的高级中等教育法，将整个的课程审议更加的法制化。本席在过去在教委会的时候就完全支持将现行的办法变成法制化，但是对于这样的说法呢，我还是要提出几点的担忧。未来呢，整个的说法之后呢，民间团体将占3/4，而且呢，立法院将可以成立课审的同意权，而且呢，我们将这个行政院的院长将具有所谓的提名及聘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也就是说，把过去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主管的权责，目前由行政院来取代。而这样一个方法呢，让很多人就非常的担心，是否会让行政凌驾于专业之上。所以本席在此要提到，我们赞同法制化，但是呢，我们不赞同由行政院来取代教育部。我们赞同法制化，但是我们不认为行政可以超越教育专业。我们赞成法制化，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一切的原则都要把这个整个的课纲的整个审查变成过度的像一个怪兽的一个体制。我们记得在过去陈水扁总统任命的前教育部长黄荣臻特别提到的，如果呢所有的课纲的审权完全要由行政院来主导的话，那干脆把教育部给废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教育部。而且民进党要全面的一个执政了，我们竟然送给我们新任的教育部长这样的一个大礼，其实就是摆明了对教育部
整个专业呢不太一个信任，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要强烈的呼吁，这样的一个政治政策，很多人就会提到了，或许到最后都是由教育部来做一个提名，但是本席要说，如果完全相信教育部的话，何须由行政院来做这样的一个主导？这其实就摆明了对教育部的一种削权。所以呢，如果是来自于一个主导意识比较强烈的行政院长，我们真的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一个意识可能会让我们的教育沦为没有中立的一个部分。所以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报告院会，本案截止发言登记。接着请陈学胜委员，陈水轩委员不在。接着请黄国书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首先我要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攸关课纲审议制度的高级中等教育法的43条的修正案可以顺利通过，那么同时也可以因应107年马上就要处理的12年国教新的课纲的制度的制定的审议呢，可以告别黑箱。当然这段时间国民党的朋友当然有很多的意见，但是支持课纲审议制度的法制化跟透明化，我相信是有共识的啊。去年5月，台中一中的学生打响了高中学生反对课纲运动的第一枪，然后我们的学生走上了街头，为了捍卫他们求知的权利，开始思考他们所阅读的教科书是怎么产生的。这个过程当然有一些冲突，但有一些遗憾，然后比较可惜的是一条年轻的生命的逝去啊。回应课纲的争议，我认为不单是教育部的责任，过去教育部片面的选择了课审的委员，那造成了黑箱，那造成了社会舆论的哗然。我认为这个部分我们立法院当然也有责任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针对课纲审议的制度必须要有一些改革跟修正，所以我们提出了高级中等教育法43条的修正。那最主要的是要让这个课纲的制定不再黑箱，而且把这个课纲的审定予以法制化跟透明化，让黑箱课纲从此在台湾成为历史。那这一个政策它不会关系到哪一个政党的利益，即便是未来我们用一个制度化的课纲审议制度，它也不会单纯是一个政党能够掌握的啊。那至于国民党的朋友他们所担心的是不是剥夺了教育部的专业，那过去啊，我们把教育部片面的这个职权提升到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八案，国民教育法增订第4条之一及修正第8条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5年5月5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并案审查本案。会议由教级委员黄国书担任主席，邀请教育部部长吴思华及相关人员列席说明，并被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逐条讨论，完成本案审查。本案审查完竣，提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黄教级委员国书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黄委员国书补充说明。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本次国民教育法修正案为并案审查，主要是明确规范国民中小学并校之程序，以及针对国民教育中课纲法制化部分呢进行修正。首先，在国民教育法第4之1增订案的部分呢，
本案由黄国书委员提案修正，目的为完善国民教育法中只处理学校新办却无关于废并校相关权责之现况。鉴于国民中小学之废并校除涉及学生受义务教育之权利外，同时亦为社区之重要教育公民活动空间，因此在合并或停办的处理上更应经完整规划与充分沟通讨论。因此本条次修正除明确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权责归属外，亦要求未来在学校之合并或停办程序上应纳入民主参与与后续空间规划利用，让与政策相关的各群体及利害关系人得以参与决策并表达意见。本条次经教育文化委员会讨论审议后，由黄国书委员提案修正通过。而在国民教育法第八条的部分是配合高级中等教育法第43条修正案之通过，为因应12年国教之国家课纲是由小一至高三为完整整套之设计之现状，在本条次中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对于国民教育之课纲订定之责任，并提供学校规划课程，并得结合社会资源充实教学活动之法源。另外，考量到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之研究发展及审议具有其特殊性，事故在援引以上准用高级中等教育法之相关规定为原则，本条次经教育文化委员会讨论审议后，照民进党党团之提案修正通过。以上补充说明报告，谢谢。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国民教育法》增订第四条之一。第四条之一，为促进学生同才互动，培养群体多元学习，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建构优质学习环境，均衡城乡教育功能，确保学生就学学育，直辖市县市政府得办理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之合并或停办，其合并停办之条件程序审查，学校学生与教职员工之安置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依准则之规定订定有关合并或停办之自治法规。前项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之合并或停办，直辖市县市政府应拟具校园空间利用与财务支援计划，邀请学者专家、家长代表、学校教职员代表、地方社区人士及相关人员进行专案评估及办理公听会，并经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教育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后，送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原住民重点学校之合并或停办，另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规定办理。宣读完毕。第四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八条。第八条，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及其实施之有关规定，作为学校规划及实施课程之依据。学校规划课程并得结合社会资源充实教学活动，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之研究发展及审议准用高级中等教育法之相关规定。宣读完毕。第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四条之一，为促进学生同才互动，培养群体多元学习，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建构优质学习环境，均衡城乡教育功能，确保学生就学权益，直辖市县市政府得办理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之合并或停办，其合并停办之条件程序审查，学校学生与教职员工之安置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依准则之规定订定有关合并或停办之自治法规。前项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之合并或停办，直辖市县市政府应拟具校园空间利用与财务支援计划，邀请学者专家、家长代表、学校教职员代表、地方社区人士及相关人员进行专案评估及办理公听会，并经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教育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后，送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原住民重点学校之合并或停办，另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规定办理。
第八条，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及其实施之有关规定，作为学校规划及实施课程之依据。学校规划课程并得结合社会资源充实教学活动。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之研究发展及审议，准用高级中等教育法之相关规定。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决议：国民教育法增订第四条之一条文，并将第八条条文修正通过。本案于完成立法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委员发言时间两分钟，请黄国书委员。好，谢谢主席，各委员，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让国民教育法的第四条的修正案可以顺利的通过。国民教育法第四条的增修，最主要是希望透过提供法源的方式，让中央以及地方及我们的社区一起面对少子化关于教育的冲击。在现行的条文中，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关于学校并校的问题。然而从2008年总爷国小裁并案的案例，到今年苗栗新开国小以及南投、台东等等层出不穷的并校的争议，我们发现这些并校的乱象，中央政府没有处置的法源，也没有准则，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国民教育法第四条要有一些修正。在这一次的修法中，我们除了希望可以提供国民教育经营中关于裁校并校的处理的法源外，我们也更期待面对并校，中央政府可以订定一套标准，并且将校园空间与后续财务资源计划纳入评估，并邀请学者专家、家长代表、教职员代表、地方社区人士以及相关人士进行专案评估，经过充分沟通后再来执行。面对少子化以及地方财政的压力，我们都理解，为了让教育资源可以更为集中予以妥善利用，我们也相信国民中小学的整并也会是一个未来层出不穷的一个案例，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学校代表可能是一连串的数字，可能想到的是财政的问题，每年要投入的经费、教师员额、学区的人数。但是对于地方而言，一所学校所承载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也可能是社区向心力的来源。因此在本次的修法中，我们期待可以让社区一起来参与关于并校的讨论，让中央可以提供必要的咨询与协助，让并校可以成为地方空间再利用的契机，而不是引发我们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九案，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本案经第一会期第12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因尚未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接着进行讨论事项第十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紧速逐年降低护病比，医院评鉴更透明化，并提高护理人员留职率，建立友善医疗环境，如此才能有效改善医护病三者间日渐恶化的关系。请公决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
本院国民党党团鉴于我国护理人员因护病比过高，导致过劳情形严重，忙成像战斗陀螺，服务品质堪虑，离职率也居高不下。2014年护理人员虽都已纳入劳动基准法，但护病比问题仍未获解决。目前医疗机构逐年所增之病患数，却已超过第一线医护人员能力所负担，且护病比仅列为医院评鉴之重点项目，而非必要项目。此情形已造成医疗体系实际运作上的困难，更危害病患生命与健康，并让医护病三者间关系恶化。为改善国内长期恶劣医疗劳动条件，建立友善医疗环境，改善医护病间恶化关系，降低过于扭曲之护病比已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晋升先进国家。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尽速逐年降低护病比，医院评鉴更透明化，并提高护理人员留职率，建立友善医疗环境，如此才能有效改善医护病三者间日渐恶化的关系。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员提案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进户二读，或不予审议。现在请提案人国民党党团代表李委员彦秀说明提案旨趣，说明时间五分钟。今天大会的主席各位行政官员，各位院会同仁，大家早安哦。在这个时间点，五月份，我想很多朝野各党派对于医师纳入劳基法这件事情，大家有共识。但是事实上，我们有一群从来没有真正走上街头，在职场上，很多人都默默的、持续不断的、不敢离开自己岗位上工作的，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这个月5月12号是护理节、护理师节，但是我们可以去看到，或从媒体上可以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台湾护理同仁的恶劣的劳动条件环境是值得我们持续去关注的。护理同仁在过去他们学成的教育过程当中，他们被教成就是尽量能够协助治疗多少人尽力协助，他们很多人都其实是默默承受。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恶劣的劳动条件环境事实上对于医护关系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方向。包括国外的研究显示，平均护理人员照顾的人力4位以上，如果每增加一个病人，就有可能病人30天内死亡的风险增加7%；如果照护6位病人的话，风险则大于14%。这是一个国际的标准研究出来的报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目前在线上的护病比大概都达到1:14。不仅如此，偏乡的环境的医院环境其实条件更恶劣，常常在夜间的时候，急诊室只有2个护理同仁，有一位前一阵子我们还看得到是大着肚子在值夜班哦。所以我们认为这样子的恶劣劳动条件环境是值得我们重视。为了创造更好的医疗环境，我们认为医护比在现在有必要，值得大家去重视。我们希望卫福部也编列相关的法令，或者是劳动部未来针对护病比，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的比例，降低我们未来的医疗的增加的风险，也打造一个比较好的劳动条件环境给护理师。否则目前台湾的护理师每一个可以留在职场上的这个时间，大概每一个护理师平均是7年。当他结婚之后，当他有小孩子之后，他被迫离开这个环境，因为这个环境的劳动条件跟上班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这也是造成我们现在护理同仁其实人越来越少，护理师短缺很重要一个因素。因此国民党今天提出来这个提案，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同面对，解决打造比较好的医疗环境。除了医师纳入劳基法之外，我们也希望护理同仁的护病比是不是能够来调整降低，然后偏乡的护病比的比例，我们也希望能够卫福部能够有更多的重视，打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医护条件环境，能够让医疗风险降低，我想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我们不能因为
护理师没有真正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的声音就没有被听到。因此国民党今天提出来这个提案，我们希望不分朝野党派，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护理师同仁的心声声音重视。以上这是今天国民党党团对于这个提案的建议，谢谢。本案现在进行大题讨论，我们依登记的顺序发言。第一位请李委员，要不要继续再讲？不用了啦，哈。接着请陈怡敏委员。主席、各委员，大家早。我们这一次党团提出来，这个降低护病比、医护比、医护病三赢的这样子的一个提案呢，其实是根据说美国目前的研究指出，最佳的护病比其实是1:4，欧洲的研究说是1:6，而目前日本的护病比已经到了1:7，但是台湾目前的护病比是1:13哈。那高度的护病比导致护理人员劳动的生理跟心理他们负担加重，而且离职率非常的高，甚至有造成了一些，甚至有些过劳，甚至也有造成一些护理人员自杀、忧郁症，这些现象都发生。那当然这样子也影响到病患的安全跟权益。那为使这个护病比合理，其实卫福部跟护理及医疗的团体，他们是有订了一个全日平均护病比的一个评鉴的一个基准，但是这个基准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本席其实觉得说，目前台湾的护理人员他们有个咨询协助团，在上礼拜其实也有来立法院这边，提出他们的一些呼吁了。那他们希望三年内可以达到护病比白班是1:7，小夜跟大夜是1:10，而且这护病比的计算公式呢，不可以包括护理长还有护佐的人力，换句话说必须更实际的来因应而且来计算。所以本席呼吁呢，院会大家都能够共同 来支持，这个决议，尽速逐年的降低这个护病比，让医院的评鉴更透明，而且提高护理人员的留职率。那如此之后呢，应该就可以改善我们的医病护的关系。那可能会有委员担心说，那如此来，就是降低这护病比，会不会造成医师人力的不足？其实呢，根据护理的这个教育部那边的统计，一些资料显示呢，每年我们其实有26万个护理人员毕业，但是真正有就业的其实就16万人。换句话说，有10万个护理的毕业生，他们可能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整个的护病比的一些关系呢，他们不愿意担任护理人员。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逐年快速的来调降这个护病比，应该营造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可以让我们的护理人员愿意，来留下来，从事这个护理的工作，来造成医护病，三赢的一个状态。好，谢谢。接着请林静怡委员。好，谢谢主席，还有我们立院的同仁。这两天这个礼拜是我们的新旧政府交接的时期。好，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委员同仁们也就细数了这段时间过去这8年马政府的政绩，以及未来是否我们可以衔接的状况。所以其实昨天我们的立院同仁提到了马政府的跳票，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跳票叫护病比。马英九总统在2009年的时候公开承诺他要达成护病比1:7，但是到现在这几年我们看到多数的护病比几乎达1:14，甚至有1:20。所以当然我们很高兴国民党党团愿意痛定思痛，在新政府即将上任的时候提醒我们护病比的重要。那这边我也同时报告，其实去年8月蔡英文主席，也就是未来的蔡总统，
他就已经公开的跟我们的护理团体们谈过，未来如果我们执政，他要召开相关的会议，把相关的医疗团体、护理界的专业人士、护理界的临床人士、不同等级的医院、不同部门的科别一起充分讨论，把护病比成为一个被确定入法的政策。那前面有提到用评鉴，不过我相信各位也知道，就像跳票的马政府一样，我们的评鉴，尤其是医测会的医院评鉴也已经破产了。医院评鉴，尤其是医学中心评鉴合格的医院，甚至还被我们的劳动检查检查出他们的护理人员的劳动状况是违反劳动基准法。所以本席并不支持用评鉴的方式去规范护病比，而是大家实际的充分讨论，把我们认为可行、可以保障护理人员安全又可以保障病人权益的标准的护病比，不能用行政命令，而是直接入法，直接用法律来规范我们的护病比。那其实不论是本席或者是时代力量的洪慈庸委员，我们都已经召开了两场以上的公听会，跟相关的护理团体专业们讨论过，也确定接下来我们要逐步的踏实的把护病比入法，作为一个最负责任的一个作为。所以各位护理同仁还有医院的朋友们，请不要担心，我们会扎扎实实的让护病比入法，不会跳票。那另外我也认为在评鉴必须改善，所以评鉴去用评鉴勾护病比，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做法，这个部分本席并不支持，谢谢。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经复二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复二读，现在进行广泛讨论。因为没有委员登记，我们就不予发言。我们现在就进行处理，请问院会本案可否照案通过？好，没有异议，本案作如下决议：紧速逐年降低护病比，医院评鉴更透明化，并提高护理人员留职率，建立友善医疗环境，如此才能有效改善医护病三者间日渐恶化的关系。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十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要求劳动部应提前于民国107年1月1日前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适用对象，请公决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鉴于医师工时过长、过劳情形普遍严重，近年来医师过劳引起辞职案件频传，在据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所做2012年医师工作环境问卷调查指出，全体医师普遍竟有50%以上违反2011年 ACGME 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评鉴委员会 The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规范的各项工时标准，每周工作时间和连续工作24小时后最短连续休息时间上，更有70%以上违反工时规范，而与医疗疏失密切相关的最长连续工作时间，在现行的值班制度下，医师甚至几乎全部都违反工时标准。105年4月28日，卫环委员会虽已通过，要求劳动部会同卫福部于4年内逐步完成受雇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适用对象之决议，但仍排除住院及主治医师，为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及医病关系能更加和谐，并减少医师过劳所引起的职业灾害，进而保障医师之劳动人权，促进病人安全就医之权利，为求根本解决医师过劳的问题，必须透过劳动基准法规范工时，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劳动部应提前于民国107年1月1日前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适用对象，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8条第3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员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经复二读，或不予审议。
现在请提案人国民党党团代表李委员彦秀说明提案旨趣。近年来，医院与医师的雇佣关系明确化，法院与卫福部均认定住院医师与医院之间的关系属于雇佣契约。然而，医师却始终未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护理人员及法律服务业之受雇律师，亦自民国103年纳入劳基法的保障。目前，劳动部跟卫福部所订立的时程表可以发现，医师必须等待到114年后方得纳入劳基法的保障。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一次到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很多医师逐年走上街头，希望未来如何打造更好的劳动条件。近年来，我们不断地发现，在职场上有很多医师在第一线上，在救治病人的过程当中，伤亡也有。我们不希望再一次的流失许多优秀的医师人才，甚至很多好的医师人才他都已经走到国外去。也就是这几年卫福部一直在思考说，如何我们打造一个更好的劳动条件环境，或者是想办法留住，鼓励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在台湾担任医师的行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到打造一个更好的劳动条件将医师纳入劳基法，其实才是一个真正治本的方法。虽然近期以来我们朝野党团对于医师纳入劳基法虽然有共识，但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争议点还是在时间点在这将近8年的时间以来，我们劳动部也好，卫福部也好，不断地在跟医界沟通。就近日以来医师全联会包括民间医师的各单位团体也认为如果一旦把医师纳入劳基法，相关的配套措施事实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不需要等到3年之后才把医师纳入劳基法。也因此我们国民党团的意见也希望在107年1月1号尽速的把医师纳入劳基法，把医病关系处理好，让医师能够有正常的一个时间能够正常的上班。我觉得这是打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也降低减少医疗的风险。很多人担心说医师纳入劳基法会不会他开刀开到一半他就突然要下班，我想医师我想有医德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也可以透过私底下卫福部跟这个未来跟劳动部我们订立相关的未来如何去再做细部的检讨。但是我们认为把医师纳入劳基法事实上是刻不容缓，这也是降低很多医疗风险。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跟治本的方法。我们希望可以留住更多的医界的人才留在线上继续上班，我们也不希望再一次看到在医界发生职场的灾害。也因此我们国民党团的建议希望在107年1月1号尽速的把医师纳入劳基法时间加快。以上就是国民党团的建议，也希望朝野党派能够既然大家有共识，那我们就尽速的把时间提早。谢谢。本案现在进行大题讨论。李彦秀委员不再发言，好，我们发言时间3分钟，接着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接着请陈怡民委员。主席、各位委员，针对这个提案呢，本席有几点的看法了。其实因为这个整个的国内现在因为整个的医疗环境的恶化而造成了这个五大皆空，就是内外妇幼疾这几个科别的医护人力明显的不足。那在这个状况下呢，住院医师在过去若根据卫福部定的这个住院医师劳动权益的指引，每周的上班时间，住院医师是每周是88小时，
同时呢连续值班可以达到32小时，那这个明显的是会造成的就住院医师过劳的现象，那当然这样子也会造成病患整个的这个医疗的权益会受损。所以本席过去在我们卫环委员会就已经有要求呢医师司这个王中熙司长呢必须要检讨这一个现象，尽速的来根据美国他们的所谓的 Limby Zion Law 的这个指引，调整到每周的工时从88小时减为80小时，而且平均的就每连续的值班的日时数呢从32小时降为24小时，这样子一方面呢住院医师在受训，他们也不可能随时在换工作，一方面呢受训的时候也能够顾及到他们的的劳工的权益，那尽速的能够把医师纳入劳基法那另外呢当然如果要把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同时要考虑的就是我们的专科医师，如果专科医师在这个时候也不入劳基法，也会造成了他们的挤压以及工时的过长。所以呢本席也支持这次我们党团的这个决议，希望呢劳动部会同这个卫生福利部能够尽速的把医师纳入劳基法，那时程呢如果能够尽量提早，我们应该尽量提早，那以这个时程来讲，我们在民国107年1月1号以前如果能够纳入劳基法，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医师呢也能够享受这个劳基法里面的一些权益，包括工伤以及退休这些权益。因为目前呢没有纳入劳基法，其实医师他们在退休福利方面没有办法每年的提拨，而都是要受制于他服务的医疗的这个单位，那这个其实是违反这个医师劳动人权的所以本席在此也呼吁我们各党团能够支持的国民党团提的这个案子谢谢。本案截止发言登记，接着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接着请林静怡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的立院同仁，还有所有关切医师纳入劳基法的伙伴，我们要一再的强调，医师长期以来劳动条件不被劳基法所保护，甚至没有任何相关法律保护，这是不对的。因为过劳的医师就跟过劳的机师一样，他其实不只是伤害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家人其实也不公平，另外对于所有他照顾的病人也不安全。不过，刚这个案子，国民党党团提案，2018年1月1号要求医师纳入劳基法。容我提醒，在我们上一次党团的协商里面，现在马政府的事务官提出来给我们的讯息，如果根据马政府原先的规划，到2025年，医师都还没有办法纳入劳基法。所以现在国民党党团在政权即将轮替的时候，突然提出要2018年1月1号实施，我只能觉得说，国民党对于民进党政府能够贯彻执行的能力，可能是非常肯定。不然，为什么原先你们规划要将近14、15年以后才能实施的事情，现在你们认为在一年之后就可以达成？医师纳入劳基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这个重大的法案可以确确实实的完成。再让我提醒，护理师已经纳入劳基法，但是护理师劳动条件违反劳基法的案子层出不穷，所以如果没有仔细的配套，纯粹只是用喊价的方式把这个这么重要的政策、这么重要的法案仓促的处理，可能面对到的是空有法案、空有规范，但是实质上还是阳奉阴违，无法配合。所以我这边要非常恳切的提醒，蔡英文主席承诺所有受雇医师会纳入劳基法，请
各党团，我们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这中间并不是一个随意喊价就可以达成的目标。如果真的那么好做，我相信现在马政府其他 还有时间可以马上宣布通过。哦，那这里面我们也必须恳请民众跟我们一起努力关心这个案子，因为要让现在过劳的医师可以纳入劳基法，我们必须要落实分级转诊，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改变就医的形态，才有办法让受雇医师真正纳入劳基法之后得到劳基法的保障。请大家一起努力，谢谢。报告院会，现由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经复二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复二读。现由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作以下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并由时代力量党团、亲民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共同召集协商。我们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十二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新政府必须坚守牛猪分离原则，严禁瘦肉精美猪进口，请公决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根据最新民调，有超过七成的民众反对含有瘦肉精猪肉进口，新政府不应漠视，另考量国人的饮食习惯，猪肉的食用量为牛肉的七倍，对民众的安全冲击影响甚大。再者，基改食品应禁止进入校园营养午餐，可见国人对食安之要求甚高。2010年六月，民进党团召开记者会，主张瘦肉精只有零检出没有十 PPB， 并指出如果瘦肉精开放进口，就是践踏民意，我们记忆犹新。Over my dead body， 犹言在耳。日前，准内阁农委会主委曹启宏竟表示，针对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哪有能耐不开放？这种未占先祥自量底牌的新政府，人民如何放心？一旦开放，将对国人健康造成莫大伤害。据学者专家表示，瘦肉精伤心回脑，更是癌症转移的帮凶。即进口喂食基改作物，以玉米为大宗的瘦肉精美猪，等于支持以基改作物为主的农业政策。民间团体更大声疾呼，如果大人挡不住，小孩就会吃到瘦肉精，人民何辜？令病严重冲击国内猪农的生计，将对国内每年产值40-50亿元的台猪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据农委会估计，至少影响150,000相关从业人口，进而造成裁员，甚至关厂结束营业，产业何辜？为顺应广大民意要求，本院经济委员会4月25日、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5月2日，皆已通过反对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提案。显见反对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已是全民共识，更遑论欧洲以明文禁用瘦肉精与基因改造食物，这就是我们的谈判底线。原提案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新政府必须坚守牛猪分离原则，严禁瘦肉精美猪进口，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8条第3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员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经复二读，或不予审议。现在请提案人国民党党团代表王委员玉敏说明提案旨趣。主席、各位立院同仁、各位全国民众，大家好。我想最新的民调已经告诉大家，有高达72%的台湾民众反对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立法院作为最高的民意机构，我们必须听见这股强大的民意，而且也应该要呼应这股强大的民意，捍卫国人健康，严禁含有瘦肉精美猪进口。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为什么要在院会提出这项讨论案？因为大家别忘了，
101年6月，事实上民进党他召开记者会，他严格的提出来，他说没有10 PPB， 只有0检出，这是当时民进党的主张。大家也别忘了，当时民进党为了反对瘦肉精美牛，在我们立法院的议场睡了5天4夜，大家记忆犹新。但是令全国民众非常害怕的是，现在民进党新政府即将要上任，但是法夹湾即将出现。我们看到蔡英文准总统，他在总统辩论的时候，他就对外表示，他可能比照日本、韩国的标准，要来开放瘦肉精美猪。而更令人担心的是，4月21号，我们的准农委会主委曹启宏，他说我国没有能耐不开放美猪，这种未战先降、自量底牌，让国人非常非常的担心。而且我要提醒大家，这一次520就职典礼，美国的代表团来的主要的代表就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前贸易代表柯克，过去他就是专门谈美猪议题的重要人物，所以这次来他会给新政府带来什么样的新的讯息或是新的压力，的确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担心。另外我要跟各位报告，本席在担任卫环文会的招委举办公听会，其中出席公听会的苏伟硕医师，他直接就点名了瘦肉精会导致心悸、血糖升高、钾离子下降，对台湾高达200到300万的心脏血管疾病者造成非常大的健康风险。另外大家非常尊重的林杰良医师，他在生前也非常关心这个议题，他也直接指出，如果开放含有瘦肉精的肉品进口的话，直接冲击的就是我们的高风险族群，特别是对于怀孕哺乳的妇女，还有14个月到18个月以下的婴儿，因为他们的肝脏的代谢酵素还不成熟，没有办法代谢掉瘦肉精，暴露风险极高。另外一个层面，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冲击，在本席安排的专案报告里面，农委会也直接指出，如果一旦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的话，对于我们农民的生计的冲击，可能造成150,000人的失业，相关产业人的失业，还有高达143亿的我们整个的产值的冲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事实上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外，新政府可能会标榜说我们要加强这个严格的标示、强制标示。过去在美牛案，民进党自己的主张都说强制标示不可行。我请教各位，我们的猪肉的产品会是牛肉产品的几百倍，如果在过去瘦肉精美牛的议题民进党主张不可行，难道我们瘦肉精美猪的标示可以做得到吗？我们所有猪肉衍生的产品成千上万，包括每天的三餐，餐餐离不开猪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强制标示根本是空口白话，而且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本席在这边要代表中国国民党非常具体的建议院会，4月25号我们经济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5月2号卫环委员会也已经做出决议，在两个委员会都做出决议，我们要严禁含有瘦肉精美猪进口。所以国民党立院党团在这边呼吁各政党要支持这项提案，因为捍卫国人健康是立法院最应该做的事情。以上，谢谢。本案现在进行大题讨论，我们依登记的顺序发言，每委员发言时间有3分钟。我们先请李彦秀委员。拒绝
距离520新政府即将要上任时间，事实上不到一个星期。但是我们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时候，过去马政府执政8年的时候，当时美牛要进来台湾的时候，民进党所有的立法委员，包括我们的准总统蔡英文主席，不惜走上街头。院会的同仁为了抵抗美牛进场的时候，还不惜占据了立法院5天的议程。今天在新任的准立法委员，所有的新任的准阁揆还没有完全上任之前，我们却从媒体上看到，包括我们准农委会的主委，对于含有瘦肉精的美猪的进场，他们认为这是未来必须要给美方的这个未来一个很大的贸易的空间哦。也因此，这个消息曝光的时候，我们所有立法委员的办公室接到民众很多的电话，特别是所有的家长认为，未来新的执政党不管执政的好坏，但是最起码捍卫国人的健康这件事情，他们希望所有的立法委员不分党派，最起码要站在一致的标准。在这边，我今天也要借着今天3分钟的机会，也希望再一次的提醒在现场所有不分党派的立法委员，不要忘记我们当时宣誓的初衷，也不要忘记所有国人最起码最卑微的要求，捍卫国人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起码卑微的要求。执政的好坏要看4年大家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捍卫国人健康这件事情是国人最起码最卑微的要求。未来孩子的营养午餐上会不会看到含有瘦肉精 的这个猪肉在每天的便当盒上，他们无从选择。强制标示每一批牛肉都可以检查得出来，这得花食药署、卫福部食药署多少的稽查人力，一个一个去要求。我们认为这个对于未来人力上的稽查其实是负担特别重的。现在到底我们能不能加入 TPP， 现在美国还在选举当中，谈判的技巧我们也不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就对外直接开放说我们可能要开放美猪进场，美国未来就一定会，美方未来就一定给我们台湾多少的 favor， 其实这都是未知数。但是对于国人来说，大家最起码最卑微的要求，捍卫大家的健康，不要让含有美猪的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场。我们认为，我们希望民进党的所有委员、时代力量所有委员、不分党派所有委员，我们希望过去的标准跟今天未来的标准都可以是一致的，千万不要因为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脑袋。毕竟国人含这个食用猪肉的习惯是。接着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接着请张立善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今天由国民党团提出对新政府要求坚持牛猪分离、瘦肉精零检出的最高原则，本席认为格外的讽刺。因为在3-4年前，为了美牛进口，所有民进党的委员一再坚持瘦肉精零检出，甚至誓死抗议。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新政府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由我们农委会的准主委曹启宏说，这是没有办法抵挡的这个国际情势。我们今天要问所有的委员，大家一致知道，我们台湾人吃猪肉的习惯高达吃牛肉的习惯7倍以上，所以如果累积了很多的瘦肉精、莱克多巴胺，对于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从我们的专家学者认定，只要瘦肉精吃多了，有可能造成心脏血管的疾患，甚至肾脏的病变，甚至生殖器官的异常，可能造成不孕症，包括血压飙高，甚至躁动、情绪不安。所以如果一旦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危害国人健康。其实啊，希望我们所有的不分党派的委员一定要坚持瘦肉精零检出。同时呢，在上个礼拜，来自全国16县市的养猪业者代表，本席啊非常佩服，因为只要一用瘦肉精，所有的这个猪啊换肉率非常高，价值产值也会提升。但是我们所有养猪业者严守自律公约，坚持不用瘦肉精。同时我们农委会也把瘦肉精当作禁药，当作有毒物质，所以我们不能一国两制，不能两套标准，不能让我们所有的乡亲呢不知道我们吃到的是含有瘦肉精的台湾美国猪，还是零检出的台湾猪。所以今天在这里，希望所有委员呢一定要跟国民党的党团站在一起，共同支持一个原则，也就是我们的食安不容谈判，人民健康不得交换。今天在这里特别呼吁所有民进党公职人员，不能浊世今非，不能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我们必须站在养猪业者的这个生计权益做主张，我们必须捍卫国人的健康做保障。在此本席严正的希望大家能够同接着请陈怡明委员。好，主席和各位委员，大家早。本席呢，其实今天也是一样，跟我们所有的国民党党团的委员们共同的呼吁。不管在朝在野，大家都能够一致的来抵抗这个所谓的瘦肉精，含瘦肉精的美猪的进口。因为大家知道说，其实瘦肉精这当初这个成分莱克多巴胺，它就是因为在新药开发的时候是为了要来治疗气喘开发的新药，但是后来发现它的药理作用机转没有办法来直接的对抗它那个受体，所以之后才会沦为变成是一个瘦肉精，而用在这个动物这个瘦肉的生成的这个身上。那大家可以想见的就是说，如果吃了多含瘦肉精的这个食物，就会造成我们身体里面很多心脏血管的疾病，甚至在上次我们卫环委员的公听会，苏伟硕苏医师也是我们高一的校友，他就曾经提出一些科学的证据，也显示不只是会影响心脏血管的疾病，同时对于可能有罹患癌症风险的病人呢，也会造成癌症的这个扩散转移的风险会提高。所以其实从科学证据上面，甚至呢在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他们比较了有食用瘦肉精的牛跟没有的牛，他们发现说吃了含瘦肉精的牛只呢，他们的死亡率是提高的。所谓的死亡率提高，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指标，告诉我们说你吃了含瘦肉精的食物就可能会增加你死亡的风险。而且这个是在美国的专业的期刊发表的资料。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针对这个美猪，含瘦肉精的美猪要进到台湾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忧虑，也希望小英政府将来能够不要进口含美猪的这个含瘦肉精的美猪。尤其这次来520礼拜五就要来的这个参加我们小英就职典礼的这个代表团的这个团长这个柯克呢，他之前就是前美国的这个贸易美猪的这个谈判的代表。那我们希望这一次不要因为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就职典礼小英的就职典礼，就也顺便来谈判这个美猪含瘦肉精美猪进口的事情，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更不要讲说美国其实他们的这个 Smithfield 公司，美国的这个大的这个养猪的公司，已经在2013年就被大陆的双汇食品集团所收购，用了70亿美金收购。换句话说，在如果我们将来让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也有可能其实是大陆猪就会进到美国，再从美国漂白了之后进到台湾来，那这是亡国灭种的一个不很糟糕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本席在此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啊。接着请蒋万安委员。本案截止发言登记。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先进，根据最近几次的民意调查，其实很清楚的显示，国人有超过70%的民众是反对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甚至有56%的民众是 不同意、为了经贸而牺牲国人的健康，更有高达86%的民众相信一旦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将严重冲击我们猪农的生计。然而有些人会说，已经有所谓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其实是2012年7月5号国际食品法典 Codex 委员会在极度争议之下，由美国强行表决69-67票，非常缺乏共识的状况下通过。所以到今天为止，欧盟、中国大陆都全面禁止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所以我想很多人甚至觉得说，应该拿我们邻近的日本、韩国来作为例子，认为说，他们其实有开放这个些许的残存量和容许量的瘦肉精猪肉进口，但是这样的论点完全忽视我们台湾民众饮食的习惯。我这边跟各位说，台湾民众吃猪肉是牛肉的7倍，每人每天平均吃猪肉是35公斤，韩国是24公斤，日本15公斤。他们都比台湾民众吃猪肉每年平均少了10公斤甚至20公斤。更重要的，我们台湾民众吃猪肉的内脏，这是瘦肉精残存量最高的地方。所以这种不顾瘦肉精对国人健康的影响的论点是非常不可取。一旦贸然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我想即便我们很多民众或是新政府强调的说加强标示，甚至加上警语，我想影响最深的是那些吃营养午餐在学校的学生，以及我们团膳的在军队的军人，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想保护民众健康是我们未来新政府最重要的责任。这个议题是无关政党、无关色彩，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立院同仁、各位先进，都站在国人的立场，坚持反对瘦肉精的美猪进口。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所有的发言、所有的表决，都会留下历史记录。我想民众健康绝对不容退让，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所有的民进党的朋友，绝对不要让你们的党意凌驾了民意。谢谢。接着请吴坤玉委员。主席哈，各位立法委员先进大家早，感谢国民党委员对国人生命安全的重视。那民进党及未来政府一样非常重视国人食品的安全跟健康跟农民的福利，但是我们重视食品的安全，确保国人健康，不能用义和团式的。我们要台湾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拿出科学证据来。所以国民党这样讲，我觉得我们民进党是要坚持用科学的证据完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完整的健康风险评估，用这样的科学证据来确保国人的健康，而不能只用喊口号，缺乏科学证据。那为了同时在国内跟进口的猪肉，其实我们已经有从美国进口猪肉，
听说有含瘦肉精，但是我们现在政府检测的方法在四几种的瘦肉精里面只能检测七种。好，那其实我们已经有开发可以检测二十几种的瘦肉精的方法，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在像李彦秀委员讲的，从美国从总统选举到他真正的要不要成立 TPP， 要不要接受 TPP， 这个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为了确保国内的健康，我们应该用最好的方法、最先进的方法来严格检验国内现有的猪肉跟进口的猪肉是不是含有瘦肉精，这样才能确保国人的健康。不然大家在担心瘦肉精，担心什么呢？瘦肉精有四十几种，目前政府才检验七种，那我们都听到有人在使用瘦肉精。好，那我们要确保国内没有使用，进口的现有的猪肉也没有用，那这样才能确保国人的安全跟健康。接下来我们更需要了解，在2011年，国民党竟然在做怎么去使用瘦肉精的研究，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好，这样非常，国民党在2011年委托在竹篮的养殖科学研究所规划怎么去使用瘦肉精，好，怎么去使用，我觉得这是不好的研究。我们应该禁止使用瘦肉精，好，那我们应该拿出科学证据来，来确保国人的安全。我知道我们国人都很担心健康，因为食用不好的食品受到健康的危害。但是我们要走，我们是现代化的国家，我们不能该用喊的，我们应该拿出科学证据来。哦，那像国民党这个提案里面有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字眼，哦，就不符合科学的原则、专业的原则。我们应该严格的来审查，提出一个比较好的法案。哦，那让这个法案真正来维护国人的健康，在才代表我们台湾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一个进步的立法院，而不是提出一个含有很多不没有科学证据的东西，来让人家让人家不尊重我们立法院的委员，那就非常可。接着请王玉明委员，王玉明委员不在，我们发言完毕。报告院会，现有党团分别对本案提议，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审查，国民党团提议本案进覆二读，我们依序进行处理。如果前面的提议经多数通过，我们就不再处理后面的提议。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没有异议？国民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国民党团有没有异议？有哈，好，有异议，那我们就进行表决，按铃七分钟，并请议事同仁发表决卡。现在进行表决。
好，我们现在进行，我们依照程序了哈，按照议事规则哈，我们现在进行记名表决。赞成民进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啊，恁家己去协商，恁拄仔唔协商，啊，即摆才要协商，程序行到遮。报告院会，出席51人，赞成48人，反对3人。不来席。赞成者多数。本案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李坤哲委员是赞成哈，李坤哲委员是赞成。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均已处理完毕，下午5时起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